我就先变了。喂，老大，我审问出阿姨真正的死因了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奶奶，有事就去吧，其他的回来再说啊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奶奶，我是想着等叶家这档子事完事，我亲口告诉他。哎呀，那这事儿啊，你们小两口去说，我不管。放心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什么时候放我们走？老大，这个云一，你个逆女，还有我们江家家破人亡，现在还敢绑我们、殴打我们，我当初就应该掐死你！去吧，娘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就这个畜生！阿姨生产前夕，旁边的喝下加了米缩的补汤，这才导致阿姨大出血去世。不行，这是个畜生！我妈为了你十月怀胎，你怎么敢三尿两次吗？